今天放眼望去，山笑、水笑、玻璃笑、阳光笑、暗笑，都是笑。在相中所现的差别有种种千差，有种种万别。你仔细思维，之所以在你心里能够帮你立成相法的那个相，它何曾有差？为什么相你都不能拿种种你现前直受的种种某一种状态来量它？因为全相就是心体的大观，大观你都不能拿相来量它。大观所现的种种种种观前作用的种种现象，它的相中的性德，你也不能拿一切法来能来量它。那就是心体，心体就是如此。所以你要是在这个上面，你明白观无相，你明白观无相三个字当下，那是让你心性之中从此能够起成入世间的担当啊，能够起成将来在那一个起心动念时，你念念从此不但不被起心动念再受其过着，再受其蒙蔽，你还能够假借起心动念救他当前，也就是古德讲的救路还家。你念念熟悉觉体，你只要熟悉觉体，将来一切感觉依旧在，因为觉心不会离开感觉，感觉也从来是觉。可是你要是不熟悉觉体，一切感觉还在眼前，因为不会没有感觉的。但是那个时候感觉就是什么？就是妄想，那就是六道梦业，那就是从此以后沉沦的种种链锁锁链。讲到八正道，八正道最初就是告诉你，念念就在心底上观。你要是离开背心所言八正，用世间所语言说八正，都叫做邪。正见，什么叫正见？你在觉心上看一切见正见，你背觉说一切见都叫邪见。那有的人会怀疑，法师你这样的讲，师父你这样的讲的话，离只要于心能够见一切见，就叫正见。哦，那世间一切法中都不要知道他知道他的道理了，世间法中都不要去计较他的种种规律了吗？律动了吗？不知都不用知道他的礼节了吗？错了。你要是根本背了如是大觉心体，你堕的都是现前你差别的业力，你在业力之中所讲的礼节都随个人业力体会而已，你会懂得什么礼节什么规律？你要永远相信决心，你要是念念之间不随自己现前业力。什么叫不随？你不是有一个方法可以不随业力，而是你要明白觉体，明白一分解觉体超越一分业力，就是如此。